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春。今天又出来赶海，然后这几天哇，风浪很大，船满了放在上面那个最新的就是我的，出不了海。今天出来找找看有什么海货之类的。今天不游客呢，直接带着我的钩出来，走，赶紧下去找，风太大了，没办法。找了一个早上还是昆虫啊，没办法，刚才在那边找。现在只能跑到我这边秘密基地过来找一下，这是我家的后花园啊，必须得过来找。哇，这大蓝天出来找，真的找货不好找。小妹，我扒掉一个，哇，太兴奋！这个要带回去，这个带回去，小姐在这边抓。哇，找到，运气这么好吗？钩子，给我钩子一只这么大的兰花借出来，可以，给他走了。不错，继续找。哇，在前面看一下。这个估计不行。举办一站的。这估计是被那个大浪打起来的，哇，白茫茫的一片，可以呀、还是我的秘密基地给力，我也给它绑一下去。哇，这里，哇，真是大，我这一顿的话，那就举起钳子欢迎我，出来，等一下我石头必须给他安排掉，不安排的话他不肯出来。要出来，这底下有没有？比底下再多的一些，那把我也不过。带着一只那么小的石头去，这底下也有我。他开始握扎了，哇，给你，这是给你。哇，可以呀、这是够大，很肥呀、我现在这个季节吃东西很肥，看来以后。还得到我这后花园多走路，地下室走过了，不错，继续找货。看来要认真的给他勾一勾。哇，过来，这大蓝天出来就是爽了，我又看到东西了，不过不知道有没有肉。有肉啊，再爬可以呀、这后面是什么鳞眼？看长长的一团出来，漂亮不？是角螺一个，可以呀。看来以后大蓝天要多到后花园走走，心情挺好的。离我，跑得好快，看厉不厉害？这大蓝天呢，估计是台风天，它都被打下来了。先放进去，等一下吧。这边看，大猩猩。星星，出来，这里出来，出来，勾星星，我真的不怎么在行，实在没办法的话，只能进去抓了，有就被有了，无所谓，可以呀，只能这样子了，别，我搞到什么东东呢？我要先把你的钳子握住，有点吓人。看来以后要跟他们那个老师傅去学勾青蟹。我技术不好，勾青蟹的技术是真的不好。抓鱼的话，那没得三连；然后抓青蟹的话也没得三连，就是勾的话我技术不齐。这是很重很肥呀、看，都吐出来了。可以，还是。母蟹和母群啊，发财了，这只就可以给它，
大概没感觉到什么是毒蜜的烟过，给他抽了，瞪我也没有，眼睛进去，进去，来，我给他绑了，给他抽了，抽了，抽了，发财了！哎呀，继续找我，还是我的后花园给力。哇，这个怎么这么浑浊啊？啊，我。跳出来了，鲨鱼啊！哇，估计是被这大蓝天给渡起来。哇，跑得了吗？哇，这大蓝天就是给你看，躲在这里面可以呀、啊。这意外的收获，意外的收获，鲨鱼一条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鲨鱼，我不小心被大风给打下来了，给抓了。不管了，不跟他开玩笑，我去给他多赚点。哇，感觉啊，还是在涨潮，然后找了一个潮站，太累了，那就不找了。哇，这尖军帽就不要它了，赶紧我们看家走火回去。今天发财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哦，今天到我这秘密基地后花园真的是太给力了，这大风天大拳。刚刚，哇，发财了！看一下，哇，这个兰花蟹，哇，三只花盖蟹、石头蟹、金蟹，哇，这些加起来我赚一下，看能卖多少，给家人们做一下。不过这个又拿回去炒韭菜，好久没有自己补一补了。来来来，看一下。然后现在台风天啊，最近都出不了海，我们这边这个，现在台风天的话，已经差不多八九只，差不多九只快吧。啊，这几只加起来就有差不多一两斤了，差不多就一两斤了。这四只就有两斤，差不多180到手了。这个我们这边是透明价，现在一斤150，这差不多有个5-6年吧，差不多可以卖个80，180的话200多。哇、哦，还有这个猫抓就可以卖100多。今天这些我最起码可以卖到400，看来以后得多到。自己家后花园多走动走动，挺不错的。那赶紧拿回去炒韭菜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，然后喜欢大拳的帮忙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